当时在接到妈妈是超人这个邀请的时候，我也有过纠结，带孩子上节目双刃剑的，但一想到他跟他爸爸有那么多难忘的瞬间，我无比羡慕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带时间可以经久流传的。六月七日，霍思燕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配文称：对我来说，当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，我的幸福因为能拥有这个小可爱还加倍了。虽然节目结束了，我们依然会像小王子和公主一样幸福的生活，希望生活中的你也能拥有你的幸福。他对节目表示了感谢，感谢帮我记录了这么多和嗯哼的瞬间，感谢每位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，也感谢大家能够喜欢嗯哼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回发回回发回回发回，我宁愿他看起来没那么有规矩，我也希望他可以天马行空，无拘无束，热情洋溢。网友纷纷表示超暖心的嗯哼大王，杜老师你摸头的动作真的好宠溺啊，永远幸福开心快乐优秀的一家人。